三分钟带你了解什么是喜力超感新电音第八章。上一周经历了 Fate 组合刘局的残酷局面后，二宫舞台告一段落。欢迎各位来到喜力超感新电音电音告白夜。电音人们在电音告白夜上各自向心仪的歌手告白，邀请歌手携手共创，最终结成了五个 Fate 组合。没有结成 Fate 组合的四位 solo 电音人将面临留局危险，他们该何去何从呢？这不，他们的救星来了，两位踢馆歌手正式加入了电音元宇宙。踢馆歌手们在电音匹配夜上带来了精彩的初舞台表演，电音人们也向歌手展示了自己制作的 demo。他们找到了彼此心仪的 Fate 搭档，将以 Fate 组合的形式共同完成24小时极限创作，一起冲击第三次竞演舞台。而没有组合成功的两位 solo 电音人，很抱歉，他们只能遗憾告别了。上一回咱们玩了接歌，这一回三宫我们玩世界名曲。五组 Fate 组合使用电量进行拍卖，咱现在就抢别人的，有点像。有的人善用套路，低价轻松拿下。1600，第三次。成交，恭喜阿云哥。Let's go。8000，漂亮。有的人千金一掷才拍下自己的心仪歌曲，一场腥风血雨后，五组废的组合先后完成了竞拍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危机正在悄然来临。我们的老朋友，紧张而又刺激的点杀赛。他又来了。三宫竞演共分为三轮，第一轮中两组踢馆 Fate 组合会在任意一组在位 Fate 组合表演过程当中发动1v1点杀挑战，索性我们玩点刺激一点的。哇，点杀赛失败的一组将进入危险区，面临第二轮附加赛。新的一招，新的公演舞台，全新的挑战，别和我说你还没有看起来